莎士可薇七年以歌手身份 Elephant D 推出新专辑，忙着替新歌做宣传的同时，日前他拍影片介绍其周边产品体验包，顺便向替他宣传专辑的艺人好友致谢。我有把这个体验包送给很多我的艺人朋友，谢谢你们都有在那个 IG 上面帮我那个发现实动态，但是今天没有任何一位艺人上线。Fine， 演艺圈就是要一片和气。我觉得已经愿意帮我发现实动态的所有艺人，包括了黄轩、徐瑞宁、卢广仲。黄轩跟卢广仲我真的超爱，徐瑞宁也是很漂亮，然后老公又帅。有没有给她老公啊？其实主要是要给她老公。目前蔡康永还有黄子佼好像都还没发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康永哥，我们的友谊应该就是真的是在西地想聊那期就是画下句点了。而介绍其专辑不忘特别提到这一点，这个是我二女儿 Lily， 她亲自帮我设计的。你看我二女儿是大女儿，又你知道很 model 啊，很冷，二女儿才多才多艺，三女儿就是有谁想要小孩吗？没有啦，三女儿就是很可爱啦。她那天讲了很有 哲理的话，因为那天我邻居就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家，我煮面给你女儿吃。我说不用，他们都吃过了。然后那个徐老三就突然说，可是我们可以去他家拿一些饼干啊，我们家都没有饼干。我说那是因为妈妈觉得吃太多饼干对你们也不是很好啊。他说你知不知道没有饼干对一个小孩来说就等于是没有童年。我就说你我真的吵不过他哎。